妹妹睡醒了，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哥哥，看见哥哥了，好开心，兴奋地爬到哥哥旁边，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跟哥哥早安问候。看到哥哥还没醒，小脑袋轻轻靠在哥哥身上，乖乖坐在哥哥旁边等着。哥哥还睡得很香，妹妹等得好无聊，看看哥哥的衣服，观察一下上面的图案。每次妹妹先醒了，都是先安静的自己玩一会儿，再无聊也不会主动去吵醒哥哥，真是太乖了。哥哥终于醒了，看见妹妹在旁边，笑得好开心，可以一起玩了。兄妹俩甜甜的早安问候是每天早上醒来的必备环节，开启美好的一天。两个娃相视一笑的默契，看着心情真好。